华佗神丹，强人大宝贝，长鞭王，鲜艳的包装配上犀利的名字，再保证绝对有效，是网络上壮阳产品的显著特征。但是民众可千万要注意，药品成分到底是什么？包括像华佗神丹、强人大宝贝跟长鞭王等三件产品呢，是被我们检出含有威尔刚成分哦。新北市卫生局近来抽验20件网络上贩卖的壮阳产品，发现有3件药品被检出含有威尔刚成分。由于威尔刚是属于处方用药，必须有专业医师认可，因此卫生局已经要求业者尽速将产品下架。事实上，勃起功能障碍、性功能障碍在现在这个时代并不是难以启齿的问题。事实上，在刚刚提到现在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，事实上有这方面的困扰的人，事实上是越来越多。那如果透过医生专业的一些问诊了解之后，事实上大部分人能获得改善。卫生局特别说明，威尔刚虽然可以治疗阳痿，但得避免与心血管疾病用药一起服用，否则可能会有猝死危险。因此，如果民众有障碍，还是寻求专业管道，才不会花钱又伤身。记者王正兴采访报道。